回来了。大娘，我知道你不会死，你会回来的。我天天做梦，梦见你从这儿回来，梦成灵啊。大娘，あなたは何か勘違いをしています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啊，我，你没有死就好了，你瘦得多了。哦，你妈等着你呢，咱们回去，回去啊。我不是大脸。饿了，累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回家去，快走啊，快走。你能坐了？我别的事多说了啊，我回家去说。来来来。老先生，你我不要说了啊，快回家吧，说不定啊日本兵又要打过来了，我们躲在家里别出来啊。你啊，你错了。我没有说错，你妈想你啊成天哭，我就说哎呀你哭什么呢，大娘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你真的回来了？不，怎么连这两步路都走不动啊？你呀已经是饿坏了，回家好好吃一顿啊。来来站着干什么？来来呀，再下水去，你看你到处乱走，弄得那么脏。你出来，快出来！我不杀你的。快出来吧！我只要喝水，这点东西
你出来就明白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受了伤，昏倒了。大叫我大亮，把我拉了来。你是日本人？是的，我是日本人，可是我不是真人，我是报道方员。 我是新闻记者，我不会杀人。那，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？我是在郑州长大的，可以说我是半个中国人。你为什么要冒充大良？我没有冒充。他喝醉了酒，有点疯疯癫癫的，可是你。 大良，我一天到晚都惦记着你，这是你以前在家的时候画的画，我都藏着呢。你看，这张是你画的阿翠跟鸭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还有这张，是你画的我。 不见了啊！我到处找找不着。爹，我去煮菜吧。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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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
见了，他掉到那个泥潭里去了，我一把把他救起来了。后门口那个泥潭呐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，可就没命了。我们大梁啊，从小就在那儿长大的，从来也没掉下去过。从前呢是水塘，现在是泥潭，现在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变，山呢可以变成水，海呀可以变成陆地。大梁当过兵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你呀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算你有福气。就是因为有福气，大梁才会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再喝一杯。哎，阿翠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太高兴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这。妈，您吃啊，多吃点啊。大梁，你多吃点。对，大梁多吃点啊，也多喝点啊。大梁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让他多吃点，吃饱了再说啊。是是，对对，吃饱了好早点睡觉。阿翠啊，收拾收拾屋子，把床铺好了。这么多年，他辛苦了，让他早点好好的歇一歇。是。阿翠啊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收拾屋子去。哦，你看他多会伺候你，多会招呼你啊！哎，快去呀！阿翠在等你呢，快去去去！去。去呀，你前两口聊聊啊。大梁吧，啊，来来来，你也喝一点啊。对，大梁回来我也应该喝。多喝点啊。走啊，快走。现在天黑了，不能走。你再赖着不走，我出去叫人来抓你了。大梁，大梁，大梁，来来，你到屋里去等他啊。回来了，应该磕头谢谢祖宗的保佑啊。多谢祖宗保佑，大梁平安回来了。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打胜仗，求求祖宗保佑我们快点打走日本人，天下太平，还有保佑我们早点抱孙子。
您早点睡吧，我到张正亮家去一趟啊。现在去？哎，去干嘛？去告诉他大娘回来的事啊。哎，这么晚了，外面不能走的。不要去，我去跟镇长报喜，谁敢不让我走啊？爹啊，您明天告诉他们也不迟啊。而且您喝醉了。没有醉。没有错，吹吹风就好了。这么大的喜事怎么能等到明天呢？大娘妈，我去镇长家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，来，妈，我有事跟大娘说。过来，来呀！大亮，来，帮我把它拿出来。放在桌子上。你看，你知道，这还是我的嫁妆，能够留到现在，可真不容易。可是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。日本鬼子一来，什么都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爹的年纪都大了，留着这个还有什么用呢？家当是你的。应该把它交给你，拿去，拿去。妈，妈，你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？是啊，我就是盼望大娘回来，好把这些银子交给她。妈，您怎么能给我？哎，我的就是大娘的。来，我把它交给你啊。是，是的。哦，不，不，我不能拿，不能。怎么了，大娘？话都说不清楚，嗓子都变了。他说得很清楚，妈，您听不清。我耳朵是不灵。大娘，你大点声说。他说他年纪轻，可以做事，不要银子。好，有志气。那么，让我们把他捐给国家。啊，好打胜仗。快点把日本鬼子赶走，只有打胜仗，天下才能太平。要是打败了，要钱有什么用呢？把它给我捐出去。妈，这样也好。那也得过几天再说啊，还是先把它藏起来吧。妈，我给您藏在柜子里。好。歇着吧，妈，您也早点睡吧。好，大娘，
你们还在这干什么？我要收拾桌子呢。不用了，进屋去。不，妈，你走走。大娘来。哎呀，快进去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衣服。什么？衣服，衣服。哦。你有没有衣服？现在天黑了，不能走，我要换衣服。你不要怕。对不起。平安回来，全仗菩萨保佑，大慈大悲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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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站得真好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也多谢你，多谢你们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。私はいわば招かれざる客です。ご両親の気持ちは僕はよくわかります。しかし僕はもう帰らなくちゃなりません。あなたにご迷惑をかけて本当にすまなく思ってます。你不是他们，你是。爹一高兴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大亮爹，大亮爹，你还不走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叫大亮去请医生。是，是的。这个时候请得到医生吗？试试看吧。快觉得怎么样啊？妈，爹醒了。大亮爹，大亮爹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找大亮是不是？他去给你请医生。爹，您歇歇，别动，别动。对了对了，不要动啊，不动。是大亮回来了，阿翠啊，快去开门。谁呀？是我呀，我是王五。哦，王大哥，这赵老爹病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还在镇长家看见他，不是好好的吗？是什么病啊？老毛病，晕过去了，现在醒是醒了。还不能说话。哦哦。这大梁哥回来了是不是？刚才他去报告镇长说大梁回来了。
是的。他常常喝醉了酒，把别人当作大梁。我不知道。哎，我刚才遇见一个人，说去给赵老爹请医生。啊？哎，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。阿翠啊，大梁怎么说啊？不是的，是王大哥。进去坐会儿嘛。哎，你婆婆也在问大梁啊？是的。那我走了。好好，那明儿见了。对呀，王大哥来有什么事吗？你在里头坐啊。他走了，没什么事。啊，妈，进去吧，大梁也该回来了。药，解救的淡水药，给老师生。回来了，妈，大梁。哦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这？他在泥塘里摔了一跤，快去换衣服，湿的穿的身上要着凉的，药给我。啊。妈，这个药先吃两粒。
从哪来的药？这个气候很不容易。你回去了又来的？谢谢，谢谢。爹，这是特效药，先吃两粒。大娘给你买药回来，在泥塘那儿还摔了一跤。爹，吃吧，吃了就好了就好了。现在我过一周了，我忘了问你了，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？我说过了，我在中国长大，我小时候父亲在中国做生意，我们一家人都住在中国。我喜欢中国，你知道，日本的文化，就是中国传过去的。什么？就是说，中国和日本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？这个并不是我们老百姓的意思。不是你的意思，你为什么要来杀我们？我没有杀过人，真的。虽然我差一点死掉，但是我都没有杀过人。我相信你是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田中。中国字是田中，田地的田，中国的中。因为我的祖宗也是在田里工作的，和你们一样。我叫……我知道你叫阿翠，我可以叫你阿翠吗？
想不到，我到你家来，过了这样的一夜。好长的夜。这一夜，我给你们当做儿子，当做丈夫。君のように素敵な人をもらった大量としては本当に幸せだと思う。羨ましく思う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真好。不要这样说我。哦，是，我不说了。我说了，你也听不懂。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再来看你。门不来开呀、啊！我们大伙儿来看赵老爹来了。这个没眼睛的，你们轻点，爹刚吃了药睡着了。我们去看看。赵老爹醒着。老爹啊，您又病了。老大，我们特地来看你的。昨天你说老大梁回来了，人在哪儿？是不是真的大梁回来了？我们都奇怪呢，既然大梁能够回来，为什么林二哥不能回来呢？林二嫂还在打听林二哥的消息呢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说，说。赵老爹啊，昨儿晚上你喝醉了吧？王大哥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，说是给你去请医生。那个人又是谁呀？半夜三更的，什么人在你们家呢？到底是不是大梁啊？说不定也许有别人呢。总而言之呢，大家都想见见大梁。哎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还有你说的人在哪儿？咱们也去看看。大家都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翠。哎，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就走呢，老大说的对，打仗要紧，大嫂，这是你的光荣。就是要走，你们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啊。我怕你伤心，叫他不要告诉你的。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什么，我们就是来看你病的，好好歇着吧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我在，没有大娘也没有关系。出来吧。谁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我没有跟人说话，没说话，没说话。再说一次，你是好人。再见。